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好高兴咧，再次同大家见面。咁啊，今日我要介绍啲咩动作嘅名称咧，就叫做托爪推掌。咁呢个咧系一个比较对关节咧有一个扭前嘅动作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哋扭前动作之后咧，跟住我哋再配合一个推掌。咁啊，首先咧，大家咧睇睇片先啦。刚才大家已经看过我们一些小小的示范，这里我首先劝喻一些初学的朋友，大家对练的时候在身体转动的时候，因为你转动不能够太过暴力或者太快，因为对方可能被你的动作会整伤这些关节，包括我们的手踭、膊头都会有个受伤危险。我都是希望大家从一个慢的开始，大家熟习的时候才再快一点，亦都係咧要留意個力度嘅使用嘅。咁剛才咧，大家睇到我哋嘅動作就係當對方捉住我哋嘅衣襟啊，衣襟嘅時候，我點樣咧去扭轉嘅身體咧，去將對方咧令對方咧稍微失動作。呢個動作點做咧？就用嚟我個肩膊咧，係向對方嘅關節咧施以壓力。咁啊，當對方失勢嗰陣時咧，咁我個另一個手咧就喺度配合個推掌咧，係將對方咧係推出喺我哋嗰個保護嘅範圍以外嘅。或者我请我崔教练再跟我示范一次。好了，当对方执着我的衣领的时候，我怎么做呢？我第一，我将手捉住对方，将身体摆动的时候，好了，我的肩膊就形成在他的关节里面形成一个撞击和一个扭动的动作了。好了，当对方的失势的时候，或者对方可能会痛一阵稍微前移的时候，好了，我再配合一个推掌就将对方击打的。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的朋友，当练习这个招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慢慢来，不要那么心急，不然就避免受伤了。另外下个礼拜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和大家分享，就是一个连环格打横蹬腿。之前我们的招式都没有用一个脚的攻防技术，下一次就将会有一个脚的攻防技术了，希望大家到时收看。